这匹马在被迫拉着一辆载着游客的马车时瘫倒在地，被人用鞭子一遍又一遍地抽打。每年有数百万游客前往埃及，惊叹于它古老的奇观，但当善待动物组织目击者到达那里时，却发现了旅行手册中未曾提及的虐待动物行为。在吉萨金字塔、萨卡拉和卢克索，都能看到被游客骑行的动物遭受着公然的虐待。目击者看到吉萨金字塔周边的马被殴打、被鞭子抽，以此让他们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。尽管他们已经疲惫不堪，却还是被迫头顶烈日，在难以呼吸的沙尘中拖载游客。这匹马在被迫拉着一辆载着游客的马车时瘫倒在地，被人用鞭子一遍又一遍地抽打。随后尽管它身受重伤，但还是被迫继续工作。很多其他动物也有痛苦的伤口，一些伤口被掩盖于马鞍之下，但这个交易背后还隐藏着更黑暗的一面。目击者发现胡夫金字塔和萨卡拉的骆驼都是来自这样的残忍集市。在那身边有人正前往埃及旅行，请和他们分享这段视频，谢谢。